君主，你不能进去！君主，君主，君主，你不能进！谢宇航，你什么时候退婚？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谢雅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刚刚说退不退婚？你和皇兄？七弟最近忙于破案，可能有所不知，父皇已经给我颗郡主赐了圣婚。什么？谢雅，亏我们俩还有十几年的交情，你小时候还说过要娶我呢。这素英来了。 在你府上消失了那么多日，你根本就没发现。就连我跟谢宇航结婚，你都不知道。芙蓉，休得胡闹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。我管你什么场合，你一日不退婚，我就一直闹下去，直到你退婚为止，才不要嫁给你呢，死都不嫁给你。什么不太子妃啊！我根本就不稀罕。这是圣上赐的婚，你已经抗旨不遵吗？我之前算过命了。 那算命先生说你克妻，之前就克死过一个上位过门的妻子，我才不要嫁给你这个二手男人呢。臣弟刚好有些事，先行告退了。谢雅，我们俩的事还没说清楚呢，跑那么快干嘛呀？殿下。 要不要把芙蓉郡主追回来？他不重要。七皇子那边该当如何？冷宫今日特地请他过来，他若不是心中有鬼，怎么会不带那个丫鬟？他定是料到是试探，把暴露了丫鬟的身份，才独自前来。你立刻派朱雀阁的杀手到景王府上，把人给我带回来。 诺。哎，你身体尚未痊愈，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今天天这么蓝，太阳这么好，就想出来走走，散散心。我陪你。嗯，走。去那边吧。受伤。 岂不是我下手的最好时机？阿庆，啊，谢雅安叫你过去一趟，记得给我吧。啊，这还不快去？属下这就去。 休怪我无礼，这谢雅安明明答应娶我的，可是我现在要成了别人的妻子，这一次若再得不到谢雅安，我就彻底死心。够了，芙蓉，我是素英啊！不要再装了，就算你穿上素英的衣服又如何？ 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就不能假装认不出来吗？不能，芙蓉，对不住，以前是我年少不懂事，不懂情爱，对你许下的承诺，我现在给你赔罪，你想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是我心里现在只有素英一个人。 谢雨，我一辈子都不理你了。雨，雨，
记得我喝了药，然后应该是芙蓉给你下了迷药，方才她假扮成你，想要引诱我。假扮我，引诱你？先把衣服穿好吧。好了，你进来吧。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阿庆，你还好？窗中燃尽了焚烧。